看看新闻网。一样沉浸在幸福中的还有朱茵、黄贯中夫妇，两人的千金已在近日咕咕坠地。黄贯中也在第一时间和网友分享了这一喜讯。为了不影响工作，黄贯中在孩子出生后没几天就马不停蹄地回到了新版《古惑仔》的拍摄现场。谈起最近的家庭生活，黄贯中的体会只有一句话，那就是痛并快乐着。好慣，即係我屬於一個醒瞓嘅人嚟嘅。你聽到佢喊起身，即係琴日就哇，即係領教到一晚醒十次就醒九次啊，不停上得個個上得個個，但係開心嘅，雖然係攰，但係攰得開心。照顾宝宝固然辛苦，不过更让黄贯中头大的其实是坏脾气的朱茵。据黄贯中透露，朱茵在身怀六甲时就阴晴不定，这段时间愈发严重了。当然，对于妻子的变化，黄贯中没有任何怨言。是啊，吵醒我，即系你谂住佢瞓咗觉，个电视仲喺度播紧，咁你梗系我谂任何人第一个反应都会熄咗去等佢瞓觉。一熄就即刻，你做乜吵醒我？我熄咗个电视度，咁吵醒我咯，明明响紧啊嘛，忽然间停咗，咪吵醒我咯。跟住譬如你话盏灯未熄，咁你。熄咗佢，一熄佢，點解嚇醒我？點解殘醒我？我唔係個熄燈嘅喎，一轉都殘我，亦都亮打嘅啫，好辛苦啊！